越不说他们越传说、啊、你跟周星驰有矛盾，没戏，说你跟周星驰有矛盾。他年龄还没到的时候他不会知道，当他年龄到了他就知道今天说的话是真的是假的，还是错的还是对的，他们完全明白。我帮助的无数，我敢说，你看我让你像吹牛吗？脸没有红，无数我帮忙人，不管年轻的老人的我都帮忙过。好，他们说周星驰功夫也很厉害，但是他打不过你，是真打不过你。说周星驰是会功夫的。我听不清了，谁？周星驰是功夫的，但我不敢说他了，不敢说了。说了马上有人呼应了。对，一说又是事了。我只说我，如果年龄跟我一样，到现在我还可以切磋，没问题，随时放马过来。同龄的，我不是为了输赢。如果像你刚才说那个名人啊。嗯，如果输给他，老子白蛇功夫几十年了，